熊黛林今年四月份成功升级做了妈妈，为老公郭可颂一口气生下两个千金。8月24日熊黛林分享四个月女儿高清写真并配文 Mini Ken and Mini Lin，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熊黛林的双胞胎女儿胖乎乎非常可爱，打扮和照片风格都是粉嫩色系，手里还各抱着一个公仔。不过虽然是双胞胎，两个宝宝长得可是不太一样，左边的女儿就更胖一点，长相也比较憨厚，像爸爸郭可颂多一些，右边的女儿大大的眼睛腿很纤细，简直就是熊黛林的复制粘贴。网友们大赞双胞胎好可爱，哎呀太可爱了，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，一看就是美人胚子，两个女儿真是投胎下能手，林也是人生赢家啊。早在八月初，熊黛林和老公郭可颂为女儿换白日宴，众多圈内好友捧场。熊黛林当日在微博上分享全家福，两个女儿正面照也随之曝光，还在背景板上直接印上两个女儿的名字 Kayla 与 Livia， 和爸妈一样用 K 与 L 开头。虽然生的是双胞胎，产后100天的熊黛林迅速恢复好身材，让辣妈们实力羡慕。熊黛林与男友郭可颂相恋于2015年，对方虽然是圈外人，但也是有名的富二代，还是著名艺人郭可盈的弟弟。2016年3月份，郭可颂用三克拉钻戒向熊黛林求婚成功。今年4月份 ,38 岁熊黛林宣布产下双胞胎爱女，人生圆满。